我对你的表白是很真心的，所以我希望你拒绝我的理由也是真心的，不是敷衍，也不是玩弄。好了，你说吧。 说完了？你笑什么？我很可笑吗？很可爱。拿着。 你这么可爱，又收了我的花。 我怎么舍得拒绝你呢？你的小脑袋瓜里每天到底在想什么呢？难道里面装的真的是水吗？可刚刚关爱明明说理由我没有，喜欢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？但问题我倒有一个，卢婉婉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 那你现在就是了。你们太过分了！不好意思，我说完了，你说吧，我回避。公平竞争，这话我先拿走了。 哪有这样的女朋友？你们太过分了！人初喜欢我，他居然也喜欢我。这束花果然是送我的。那我怎么一个人出来了？我不是应该一手捧着花，一手牵着男朋友吗？我怎么把他一个人留下了？ 卢婉婉，你可长点心吧！别人谈恋爱都是巴不得男朋友少认识一些异性，你倒好，把他和情敌单独关一起。哎呀，我刚刚明明答应了回避，现在回去岂不是显得我小气，显得我不信任他？